家好，欢迎嚟到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啊！我系吴家谦，喺我旁边嘅咧就系 Keyman。大家都知道啦，佢讲波啊有几生鬼，见解有几独到噶啦。喂，家谦，你突然之间咁客气嘅，即系其实我哋生唔生鬼咧，都要睇场波嘅。如果场波换咧，点生鬼得假咧？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截走咗个波。呢球波過唔到啦，個波傳向左翼，賓捷安傳去邊線度，睇嚟就似有機會，不過就俾人阻止咗，試下呃埋去啦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截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雲安何特為腳直線，側翼走位，擋咗啲球波，成功解圍。踢翻出嚟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直接长传，埋门唔成功。呢个直线靓啊，传埋去中路。呢个球员系一啲都唔怕挑战嘅。沙高试下长传，个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賓捷安傳咗入中路啦，就唔係話傳得好曳嘅，不過仲有改善空間咯。唐新個波而家喺韋費特沙下度。无论是入定不入，我想球迷都很喜欢看到球员这样去突破个防线的。这脚直线一下汤穿了，试下呃埋去啦，个波踢翻出来，好，现在一个传球截得好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呢个直线靓啊！賓捷安好快咁向前传，有机会突破，有空位俾佢啦。呢球勁啊！不過龍門冇黑眼瞓啊，下次俾波嗰個距離咧就要把握得再好啲，企啱位截得好好啊！基利搶翻個波翻嚟啦，基利傳到前場啦，沙夏犯規啊！有机会入波，我谂对方都吓流几滴冷汗啦。呢球波其实佢射得唔错噶啦，下次咧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起到脚啦。截咗呢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沙夏浪高呢个波，
要高个波，准备要射啦！呢球波靓啊，讲你都唔信啊！好清脆嘅射门啊！嗱，呢球波嘅示范俾你睇咧，窝里抽射唔系话净系靠大力嘅，仲要咧系攞个波攞得准，个准程度啊！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場邊未入場嗰啲球員咧，就好似冇咩反應啫。不過斷估佢哋都應該幾 happy 嘅。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！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有機會呢球點咧？食唔應啊！防守嗰邊鬆口氣啦。呢個反擊夠曬速度啦，爭個入波就完美啊！路斯治机会嚟啦，入唔入呢？帕路斯治射入，哇，靓波啊！都预咗呢队波系唔会咁易认输噶啦，啊，果然冇错。最后嗰脚啊，简单啦。喂，你点睇啊？嗱，后防咧有少少三心两意咯，即系唔知侯正明踢结束上半场。咁啊，睇完头45分鐘啦，你觉得两边踢成点咧？嗱，两边都有入波啦，所以输赢咧都仲系好难讲嘅。我希望两队咧下半场出翻嚟一样系踢得咁积极嘅。半场完，而家两队啊踢成1-1啦。基利向前长传，雷米向前大脚一斩。个问题啊，出喺传球嗰个准程度嗰度啊，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。呢球波过唔到去啦，呢次进攻咧俾人阻止咗啦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呢个直线靓啊，向住侧翼。呢球波过唔到啦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个波而家喺左路，个波传咗入去啦，个波飞出嚟，直接长传，直接长传。试下握埋去啦，康健师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啲球波啦。个波会去边度咧？哇，脱离呢一次危机真系都几靠运气。可能佢挂住谂咧，跟住点做啦，注意力散咗啦，结果冇埋个波。个波而家喺韦费特沙下度，沙下整脚直线。身形占优啊！安祖斯唐身传中，过嚟解围。个波向前传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。防守嘅表现真系好啊！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快速进攻啊！雷米继续突破。个攻势咧都组织得唔错，但系烂咗尾啊！最衰，哈哈，咁靓嘅比波，嘥咗真系可惜。争少少就得噶啦。嗱，今场咧佢 keep 住都踢得好好嘅，头先嗰球波咧就系争少少嘅啫。呢个直线靓啊！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当健师尝试传入去，截得好。截咗啲球波啦！防守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试下握埋去啦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
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將個波就傳去邊？帕魯斯治跳起一頂，後面用球迷都勁開心啊！反敗為勝啊！在咁大的壓力之下，仍然表現得非常之冷靜啊！嗱，對手後防的表現其實不差嘅，但係仍然好像魔術師咁樣無中生有，製造了呢個入波機會。睇陣，亞特蘭大領先，湯健斯立快個波，湯健斯好快咁向前傳，唐新。哇！佢都跑咗好遠下咯，跳到盡頂呢一個波，雷米射入呢球靚啊！仲未定輸贏噶，呢一下傳中靚啊！頂嗰個咧都唔使花幾多功夫嘅啫，呢個睇嚟就犯規啦，球證判罰球。呢球波啊，直球直接飛去個龍門隻手度嘅。啊，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。身形佔優啊！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邊個會追到呢球波啊？雷米。沙高向前傳出，直接長傳。雲安何特試下向前傳啊！安祖斯唐新傳中，完全冇威脅嘅。球證吹停，吹翻轉頭啊，俾翻張黃牌。雲安何特搶走了這個龍門球，帕魯斯治這球波和期望有很大距離，看來沙夏向前傳出，向前傳是不是找到目標呢？這球波過不了去了，到底誰個會拿到這個波呢？呢球波擋得好啊！咦，防線有個漏洞喎，沙夏一個靚波入得好靚啊！比賽形勢又起變化啦！嗱，反擊咪就應該咁啦，越簡單越好。時間到咯，球證鳴笛。亞特蘭大而家一定感到好震驚啊！因為佢哋大部分時間咧就控制形勢，又領先過，結果咧竟然係輸翻轉頭。Kimman 波啊睇完啦嚇，成場波你有冇咩意見咁啊？呢場波佢哋輸咧，就一嚟佢哋嘅打法就冇乜點變化啦，二嚟咧又唔係好有能力可以搶到對手嘅比波喎，咁咪輸咯。波就輸咗噶啦，我諗咧對於佢哋嚟講咧，即係要諗諗啦，一係就變陣啦，一係咧就換一換啲球員。